我说要冲管，管宽的如果要大一点。你来扫我们这个城乡导游出瓦扣。那七档要挡到，要跟上哦。有了大红，这个都是疫情期间最夯的，最夯的。花园只是280几家，啊，其中的一家。那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有前花园，还有后花园。什么要不要买？哦，不要再介绍那一个。这样的话，第一个浪费人力，第二个你很烦。现在我们做的是童叟无欺。这个是文字，植物的进化最高境界就是这样子。哦，这个叫蓝城乡导游 QR code 哈、哦。我们田尾是一个好地方哈。但来到这边 QR code 以后，我们扫码几点？来田尾公路花园哈。秋冬春啊，就是这个季节哈啊，最舒服。公路花园200多个店家，我们凤凰花园呢是其中一家。前花园还有后花园，我们最主要的特色是田尾的家乐福，自己推着我们的购花推车，一边看啊一边采买。如果通通没有采买，带着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标示。我们的彩色图档，我们的最新的花言巧语大的标示牌，啊，我们通通呢很一直在加强，所以呢来了公路花园，第一个不用门票，第二个呢2000多种，随着季节更替，随时呢来田尾看到的都是含苞待放。再来呢，不用门票的地方可以省下荷包，就算带一些花回去，门票的钱都没有这么哈。值得。我们凤凰花园赏花看花哈，停车免费，赏花，哎，没有压力。最主要哈，我们来到我们的柜台，记得 QR code 扫码，我们几点会送好礼，参加我们的城乡旅游。我们凤凰花园是一个很棒、很漂亮的据点。这个花比较明显一点。人造花，人造草皮最大的一家店，也是几乎是算是唯一的一家店。进来里面的时候，请看，再来就是我们这边有城乡导游，贴在门口这边，那就是来的时候就可以扫一下。有一些摆饰的，我都喜欢 来他们这边买、我都感觉在后面啊，不然你买金的花吼，贴一盖料了。会员啊，不能够会员。就是他这边帮小孙整理。女儿，他女儿几岁了？哎，女儿十岁啦。可以先给我外带的两个吗？我而且是低的。好，我会再。好，谢谢。历史起源就是1898年，那时候戊戌大水灾，然后那时候灾民哦被水灾淹没的那些灾民。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大家把家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一些什么干粮，就是一些地瓜拿出来，然后简易的制作，然后做成这个肉的雏形。那时候是没有包肉的，然
然后是一直到后面以来，然后大家的经济状况比较允许，开始吃得起肉的时候，我们肉圆才有开始包。肉圆吼、哦、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跟彰化肉圆不一样的一个点是，你们看，它有一个手工三指的痕迹，这个很明显，有没有？哦，三指痕，这个是最，这个是我们北斗肉圆它的精神象征。就是一定是用手工挖出来，这不是模具的，是用手工挖出来的，所以一定有这个三指痕，然后每一颗都有，这个也是，哦，这个也是，这都是三指痕，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外形像元宝，哦，因为你手工挖出来，你手工起来这个形状，这外形像元宝，哦，有没有像元宝？然后你把它翻过来，它有一个像台湾的形状，哦，这个也像台湾的形状，有吧？哦，这颗就还蛮像台湾的，这个是台湾型的。翻过来有一个像台湾的形状，这是北斗肉圆它最具有它精神象征的一个的外形。两滴了，很好啊。七、六、五、四、三、二、一，停。水要压着，要有点像土胶的，因为它前面有一个止水钮，所以必须压着的话，它才会有水出来，就会。可以刷那个好水，那个喷一喷，刷一刷就好。然后停车很难停，但是。所以来我们这边。荧光颜料呢，必须搭配紫光灯，它才会发光发亮。那在家里面呢，就比较没有紫光灯，比较麻烦。所以等一下还有一款神奇颜料叫夜光颜料哦。来，我们帮你一起换。好。拿这个来拆水屋。哈哈哈哈哈。这个怕刺青的图案，因为它的线条会比较粗，会比较好绘画。因为我们都是先画框，然后再去着色，然后这样就可以做成一幅画。所以你们自己有喜欢那种比较难一点，或是有他的今天的画是蹑手蹑脚的，很厉害的。厉害文笔就是跟白斑。天后宫请了卵生妈祖，坐落于我们的那个西周。那那时候西周呢，它又叫东罗，它地名叫东罗。哦，所以我们这个庙以前不是在这边，它是从西周过来的，所以它叫东罗开基妈祖。你怎么下去做的？你们会知道吗？不知道。你刚看哦，我的妈祖又号称海神，对不对？所以你刚看它上面的那个编织，像个渔网八卦。像个渔网，对，就像个渔网，因为海妈祖是照顾渔民的，所以你看他怎么是八卦哦，非常的金碧辉煌哦，他是一个八卦。爱生爱被老推，都叫老推骂嘛，是温家哦，所以我们这边有很多哦不同的名称，我们先建了后殿，才建前。这个前店哦，都是我们就是我们阿在伯，啊，他也是我们这届的董事长，他在我们电南宫，他在我们电南宫他付出，他只有付出，哦，跟他急付出安尼。不好用。大家的这个小夫人呢，各有咱的拌面，哦，我各有拍照存证。菜拿铁，等下先喝。你们认识？什么？香菜哦，是我们北斗盛产，全台湾有八成是从北斗产出的。那它一年有六收。那为什么香菜有六收？因为它大概六十天就可以收成一次了。那但是缺点是保存不易。它全台有八成是从北斗出去，是因为它经纬度，北斗非常适合种植香菜。那它保存不易的情况下，合作社那边哦，就把它磨成香菜粉。
那磨成香菜粉在低价时候磨成粉，它价格可以维持稳定。那高价的时候就用新鲜去贩售，哎，在保障农民的一个生计。那磨成粉之后，它可以保存一年、三一年，增加的。那一年之后，其实这个粉价格比一般生香菜还贵，所以一般它刚推出来的时候，一个月卖不到一罐。好，那我们把它研发到饮品啊，它加入面条以后，可以更多的一个扩充的用途，它主要卖的就更好嘛。所以它可以加在饮料，哦，或者一些糕点类，新鲜香菜做的。它也是中秋节限定。香菜，没有没有喝你会后悔。香菜月饼有三大特色，第一的是我的饼皮用天然的香菜粉来去染色，啊，这个香菜粉的香菜来自我们自己种的，啊，100%的香菜去把它研磨成粉。啊，第二大特色是我的香菜月饼里面有掺盐水，啊，现在每年夏季中秋香菜正贵，但是我的那个用料是不计成本的。啊，第三大特色是我的奶黄，我们不是一般的咸蛋黄，我们有加奶油下去调和，然后吃起来整个口感比较层次啊，对，大概就是这三个特色。哎，然后我们卖第四年了，每年都破2000了，今年会来到3000了。然后我们第一年到现在的每年顾客回流率，我们有统计过大概在80%左右。那这可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咱这闽南客香菜的噱头，我们是很用心和一些青农在地把在地特色的农业把它变成特色的农产品。我去之前，我有立下志愿哦，不要吃太多，最坏是吃太多。小鱼的，谢谢。面准备哪？米粉，米粉真的。到那个关人家。洪慧珍就是1947年创办到现在已经70几年了。对，那洪慧珍最早我们就是糕饼起家的，所以我们最早都是做那个糕饼，然后后来到慢慢三明治大概这一二十几年来才开始流行起来。北斗松山新仁路有加入城乡导游的北斗特色店，游客可以来北斗品尝我们北斗的特色小吃，然后可以扫 QR code， 然后可以抽奖。欢迎来到我们美女城的嘉明树，那这也是我们城乡导游的特色店。欢迎大家来这边打卡扫 QR code， 可以抽奖摸大奖。我们董家花田是城乡导游特色店，那欢迎大家来董家花田扫 QR code 抽大奖。好，对，然后，我长给你。真好不真实啊！红茶吗？可以啊。啊，我要来抽。好。你要小瓶吗？好吃。我们那边炒面的时候都长得很香。哇，这个真的是网红拍照。就是吃饭，然后还可以边赏花。对，然后小朋友的话也有草皮啊、足球、沙坑、鱼池、卡丁车。对，就是可以遛小孩，然后又可以赏花，又可以吃饭。
八卦山它的位置在彰化和南投的交界，它涵盖了两个县市、八个乡镇、四个乡镇市。彰化县占的八个乡镇市，南投县仅南投市跟民间乡40%，所以你看它南北长大约有33公里。那北起大肚溪哦，这边是大肚溪哦，南至浊水溪。三太行扫 QR code 抽大奖。对。哎，你这刷地啊，这贵。啊。迄地就对啊，迄间就对啊，迄栋就是伊个地手就对啊。哦。就是2018年回来到现在，2018年，哦，送给他，五六啊，不然像这样子。然后直接他用那个枕头套套着，因为他们觉得怎样？枕头都是三斤，就是长辈们要到。我们是风尚农产行，我们也是城乡导游的特色店，那欢迎大家来扫码抽大奖，赶快来买菜。300到500台新，嗯，哦，啊，用小型大概在80到150台新的，那我们这个是做比较类似饮用式的红茶。